江河江南烟雨行舟，乱世穿空卷起多少的烽火，万里山河都踏过，天下又如谁手，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。我在心埋伏四面诸葛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。世间幻境激发幸福满天夜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，而我枪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笑破苍穹。长枪刺过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夜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法。空悬策骑列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笑谈之间，与青史留下。就算受敌不备，不死带伤临阵，我从不后退。天下我一席，第四海都敬畏，无论多少冲杀都重新跟我列队。我万人敌看谁敢挡，我背后飞起金龙，咬碎你背后黑蟒。我飞马踏过山河，一枪破天雷万古响，从少年战着耄耋，我放纵成山藏。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策骑列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笑谈之间，与青史留下。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策骑列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笑谈间谁能留下。不回，此战又如何？
是啊，他们这组就不违和，每个人都很合适。Anna 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这次的呈现是很丰满的一个演出，能把电子舞曲能想象的东西全部涵盖了，然后还和说唱结合了，还和传统民族结合，我觉得真是要我做一个这样的作品，我做不出来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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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就是炸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潘的编歌还是来劲啊！哎，中间有一段，刚才我觉得特别好玩，就是中间那段 drop 要来的时候。人家以前都喊扑救天撒，现在是扑救唢呐，是不是直接扑救唢呐哪哪哪哪哪，我那段实在太有氛围了。好，其实唢呐这个乐器在自己演奏的时候它必须要自己独嗨，但今天这个感觉你一吹出来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搭，让我觉得哎，我对唢呐有新的认识了，到这种程度。谢谢老师，特别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很激动，尤其是朴南虎，是不是你唱的那个太好听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。谢谢。对，刚才的那个声一出来，整个就是非常苍凉的那个感觉，特别特别好。就是应该很少有人听过，因为很少有人唱现在这个叫板索里，我们叫板索里，是朝鲜语是吧？对，朝鲜族的一个唱腔，跟戏腔是差不多的，其实是。那大概是个什么腔调？应该是一个。啊里啊里当斯里斯里当哈达里嘎南嘿嘿啊里当类似这种话的。哇、哦、这个起哇好厉害，真棒。谢谢。而且中间的编曲，哎，南虎你也介绍一下，中间有好多好多这么复杂的这些东西。光说编曲的话，里边的元素是有很多，就包括我们超演组的板索力，还有四物农乐，还有我们那个格格的 C-pop China pop， 然后是电音里的 Hybrid Trap 也有。一个音乐里面不，其实并不怕元素多，就是安排，我觉得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对对对，他们心里很清楚互相之间什么时候是配角，什么时候是主角。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从唢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是在古代、哦、然后到后面到 rap 的部分，到戏曲的部分，我就是穿回未来之后又穿回去了。哎，真的是。对，总之就是我很喜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